下午好，今天是2023年4月6号，星期四。以下是今天的1688澳洲晚报。4月5号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目前他还没有收到来自中方的访华邀请，但是他也表示，对话是一件好事，如果收到邀请，他便会接受。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月份曾表示，已邀请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在合适的时间访华。法雷尔接受了邀请，双方就其访华具体安排保持沟通。复活节期间，预计将有250万名旅客通过悉尼机场出行。4月3号到4月23号，超过150万名澳洲国内旅客和85万名海外旅客将从悉尼机场出行。与2019年同期相比，客流量已经恢复90%。复活节长周末期间，恶劣天气将影响澳洲东海岸。澳洲气象部门报告称，一股低气压系统将入境澳洲东海岸。悉尼、布里斯班、堪培拉、墨尔本等地都将受到影响。受此影响，预计将出现暴雨、大风、冰雹等强对流天气。以下再来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今天的五大热点资讯。以上就是今天晚报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看。更多新闻资讯，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。